苏九，你醒醒，我来了。说什么傻话呢？有我在，你不会死的啊！爹爹，我也想陪着娘亲的，但是刚刚实在是太冷了，我真的撑不下去了。别说傻话了，有我在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当年没有信守对我跟娘亲的承诺？现在我也做不到，我也做不到一直陪着娘亲了。爹爹，您不会怪我吧？我带你走。大宴之上，怎能如此慌张？陛下，有个奇人闯进宫中，化作兽形四处行凶。什么？不可能！这干什么呀？这里有我，韩城，给我抓住他！